你种，你劝不听，种出这么多都卖不掉，傻眼了吗你？不用你管，我自己在网上便宜卖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这个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种的爱媛果冻橙，来，我要打开看一下，每个都像我手上这样，皮厚肉薄，吃起来香甜细腻，入口化渣的。如果你看着有食欲的话，你支持一下吧。